超过一丁点就开始锁你了，我操，直接把恐怖。你别加速加太狠啊！我先准备了，我先起来了，我先起来了，哎，我先起来了。哎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19.7，十九点七。我先起来把舱门打开了，好吧。19.5。你确定17公里之外不会打是吧？不确定啊，不确定。不确定啊。啊，我建议你就别。我感觉挺近的了，别，我建议就那个。17.9，我这不差这几公里了。屁股对准了吧？屁股。我屁股对准了，屁股对准了。马上调过来，屁股调过来了。可以出发。到了吧？到了，我冲了。OK。这绝对特工啊！我冲出去了，就那个绿色的了。啊！我冲了，我冲了，对。为我祝福啊！我现在水就25%啊，可能会死在那里啊，好吧？为我祝福啊！我特工出发，我去黑卫星去了。这妈这个桥段绝对像007的，我的。降点速啊，稍微降一点，观察一下情况，特工观察一下情况。这个叫零零压无暇赴死啊，兄弟们。No time to die， 哎 ，No time to die， 啊 ，No time to die， 没时间去死。他要有导弹，早都打了。没打我，没打我，没打我。能量了呀，这个有能量，有能量。我在调整那个滚轮，我在调整那个滚轮。特工很精细的，手指头很精细的。这个摩托车就不能量子跃迁，那个量子就是零。对啊。哦。我操，开个摩托车还能量子跃迁，那还得了啊，兄弟！那把土都要吹掉了，兄弟！我看看啊，在哪个位置进去啊，徐万达？找一下吧。找一下，你也不知道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操！你就一张卡、啊，特工都没有。这他妈计划都没有的，就直接冲进去了就。这上面有两个蓝色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停机坪啊？是吗？是不是停机坪？我看那位置，我去看一下啊。那个是炮台，那个是炮台啊。啊。那我可以上去把炮台给什么，就是失效可以吧？放个 EMB 什么的可以动。怎么打我啦？谁说不会打的？谁说的？快加速加速！我加速了呀！快下机，快下机！下机了，直接下机了。直接跳！这他妈这怎么下？这下不了啊，兄弟，没有杠子给我下，兄弟。传完我人先直接下来了啊！你太空服能飞，太空服能飞。好。那他妈哪里塞呢，兄弟？这个位置啊？那导弹不会打你喽？导弹确实没打。就那个停机平台，那你应该有入口。停机平台那里有入口。我操！这他妈我操！变成星际迷航了这个。那你怎么回来呢？回来吗？摩托车再坐上去啊！摩托车我现在悬停的呀。对，啊。他黑了之后就不会打了。不，那他炮会打我人吗？不会的。我操，他这位置哪里景区？就这个圆柱体里，我记得。圆柱体啊？对，旁边这个很大也很圆。左边、右边、左边，就很多圆的捆在一起的。中间这个？不，中间这个。哦，就哦，左边这个，找找有没有气闸门了。啊，找一下。搿机比007还结棍好吧？007又没有去过太空了。我操，这他妈跑起来太慢了，兄弟。怎么还在打？打什么？这炮在轰谁啊？轰你的摩托啊！我车呢？不知道。我车没了。我操！哦，车在，黑的。哦，我看到了气闸门了，我看到了，是不是这儿？好，进。对，进。我进去了。这我操，这风有点小啊，是这儿吗？不是这儿，兄弟，不是这儿。哦，是这儿。我进了。有枪吗？没人的了，无人值守了，这个是。我进去了，里面是个大罐子，然后呢？没人的。大罐子，很大一个大罐子，然后呢？然后就这个罐子底下，就在底下。哦，有个绿色面板，我看到了。我操，妈，特工执行行动啊，这个绝对是，我操，维护控制面板，密钥验证。不对，我要先插卡是吧？啊，插卡。先插卡，手上 C。C 键了，对，可以用 I 把它拖出来，我也不知道哪个键。我拖出来了，然后呢 ？C 键 ，Insert， 插卡，哦，插进去了，破译芯片启动。我操，这个时间跟他妈那个一样的，安保站一样的，要等很久啊，兄弟们，等一等啊。完了，这个时候应该要稍微有点 BGM 来。稍微烘托一下的呀，总归要。可以吃饭了。谍影重重，来一首。记得点屏幕啊，到时候会让你继续。你要去吃饭，你吃饭不能搬到电脑前来吃的。啊，我没事。你这不是
那就像007任务还没指挥完的时候，这指挥官去吃饭了，这怎么能行了？不行的呀，这个任务指挥完了，这个谍影重重啊！搜一下谍影重重，谍影重重主题曲能搜得出来吧？谍影重重，谍影重重五了是吧？这个啊。007那个也可以啊，哎，我们头上是谁的船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需要用户验证覆盖安全协议，什么意思啊？继续点，继续点，继续右下角继续。哦，展示物你别动啊，我你那个船能坐几个人？我这个船能坐很多人。我要换个船。你什么意思，主任？40万的货哎，不能走呀！40万的货，你得看。你这我又没枪，你这没吃没喝的。哎，这不也没吃没喝呀？在我船上肯定有。我船上也没吃喝的。放了没？那你身上有吗？身上也没有。哎，糟了，要饿死了。直接停在上面去。怎么出去啊？电梯啊，来对接一下。可以对接吗？也不是，就把出口对着出口。哦，屁股过去。别混了，这人你在干啥？我在找电梯啊。在我这儿。哎，我刚按了，它怎么不开啊？没点呼叫电梯。有感觉了。我操，他把我惊了，我操、哎、Personal master logging manually at set、啊、需要登录，手动登录。太满了，这太满了呀，等急死了。这点时间汤姆克鲁斯已经干了他妈200个人了，估计。对，这电影里演的不一样。哎，我在空中为什么不能动啊？可以啊。娟子，你来大一点，来来，我在你旁边。我没动啊，我感觉。医疗枪给我买一下，给我买一下。我是不是少什么？少带什么装备啊？你跟你不就能飞啊？你就跳里面跟着。你在动我什么？你在动吗？你往我底下走。这门开一开。我是卡了吗？我怎么感觉我开的？他已经破伤开了。在动吗？我看你们都。大哥，这在破解，兄弟。谁说是在等待下片的你啊，兄弟？这你妈这么好的这个感觉都被你毁坏掉了，兄弟，你怎么这样呢？明明在破解，说在下边一个，在等下边一个，这不是喊农吗？你在？哦，好了，进来，兄弟，怎么用？来，哎，哟，你这飞船开走了，我感觉我是不是被重力卡住了，动不了我。关闭上行链路，将会干扰当地通讯和 ECN 服务。开启，现在右上角还有个卫星图标，看到没有？开始。哦，关掉了，关掉了，关掉了，兄弟们。关掉了。关了，红了。OK。卡可以拔出来吗？卡可以拔出来吗？拔不了了。拔不了就过了。走了。撤离。应该可以过去了吧？应该可以过去接你了吧？应该可以了吧？要不你们谁先过去试一下？你们谁有小船？小船。我先。喂。我已经关掉了，我已经断开向行链路了。嗯，好吧。好，组队。汤姆克鲁斯完成任务了啊。嗯，那我来接。接我。特工还需要接吗？那肯定需要接的了，兄弟。OK。快，救我！等我上小船吧。自己飞的。等我上小船。你不是摩托还在吗？摩托在呀，我摩托管，你们船也开过来了，我们直接一波对接，好吧？好。
直接拨对线。你那个后面那个舱门就不要关上，你把屁股对着我。OK， 哎，小师傅，你看到我了吧？我动不了。飞走了，你还动不了吗？直接。完了，我操！我是被去了，先生，你跟我走呗。我在你头上。我过来抓个门。你在我头上吗？我过来接你，我过来接你。我是感觉是刚才出舱门的时候被右推了一下，然后撞了一下脑袋，我动不了了。不是你，你这也能怪我呀？我真动不了了。来了吗？撞我一下吧。来了来了，看不到我吗？屁股对着我，屁股对着我。OK OK， 我听到了，听到电梯了。导弹来袭！有敌人，不能靠近呀！谁说能靠近的？谁说能靠近的？快走呀！快走呀！走呀！走呀！我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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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走。你不能死啊！你不能死啊！快躲，快躲！转一下方向，转方向，转一下方向！我操，你死了，我也没了，兄弟。我又被雷碰了一下，碰了一下我才中。但是离远点，离远点，离远点，往外飞，往外飞，往外飞。我操，都躲掉了，就快点！我这个车要坏了，显示力矩平衡严重失常，兄弟，快点！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导弹不打我。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屁股对着我，屁股对着我。我力矩平衡严重失常，兄弟，我待会变成那个叫什么了？星际迷航了呀！快点快点快点！我要变成太空垃圾了，快点！我现在对着你，现在对着你，对着我了。我操，帅呀！对着你，对着你，都躲掉了，牛逼吧？又这一波很关键啊！居然没死啊！厉害，确实厉害，全躲了，厉害的，绝对厉害，这波绝对厉害。我操，这有点远啊，6000多米。你能把你屁股稍微往后退一退吗？就是按 S 然后往后退，就我往前你往后，这种可以吧？我再往后。你的屁股在哪里啊？哎呦我操，他妈太快了这！我看我能不能直接把你弄去？哎呦我去，我在太空想抓娃。完了，飞过来。你飞过了。哎，我飞过来，怎么办？你别动了，我飞过来找你，我过来找你。这他妈是太空当中没有速度的感觉的，兄弟。就你往我这边靠近，我往你这边靠近，行不行 ？OK OK， 我再往你这边飞，我再往你。我稍微慢点，我稍微慢点，我稍微慢点。可以稍等。我慢点。这边不会是？这太好了。面板面板，你左手左手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啦？谁撞上我了？怎么撞上我了？小脚撞大船。不是我小飞船把你四亚大力神撞炸掉了。不是谁，是你撞的、啊？我不知道呀，我撞到个什么像护盾一样东西就炸掉了，就。不是呀，我这个小摩托怎么能把这大飞机撞掉的，兄弟？哎，不是还在吗？哎，没事，我换了个新指挥官，他叫 God Like 啊。我们有 Plan B， 兄弟们太专业了，感谢两位兄弟的付出啊。后面的人，这还是这个兄弟专业点，这个兄弟直接停在我旁边了，我操，专业，绝对专业，我来了，嘎的来嘎，我冲了。谁呀？出事故了？谁呀？轩子，你还没有？我也没人员，是不是你把我炸了呀，轩子？不会是你吧？我现在是货舱后面，我怎么炸你？好，你在货舱啊？你的速度太大了呀。